面对着野人首领的挑衅，强哥却丝毫不慌。只见他掰断大漂亮手中的箭头，然后戴上狮王帽，非常淡定地接受对方的挑战。野人首领见状，立马朝着强哥发起冲锋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仅仅只是一拳就将对方解决。如此恐怖的一幕瞬间把所有人吓到，而他就是古希腊最强的男人。尽管面对着传说中的上古雄狮，他也是丝毫不惧。双方激战几个回合后，强哥竟徒手将其嘴巴撕烂，甚至还能单挑一头百吨重的野猪王，轻松一跃就能一棒将其活活打死。为了消灭恐怖的九头蛇，强哥孤身一人来到传说中的死亡沼泽。当他缓缓走进沼泽深处的时候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奇幻大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后续合片名提示，保证你看完直呼过瘾。